文明的发展与资源的消耗密不可分，我们不断追求更多、更快、更便捷。如今，文明的发展正在威胁人类的生活，因此，我们立志超越今天，创造崭新的明天。KC Green Holdings 致力于减少大气污染的环保事业，通过废弃物处理技术，使废弃物转化成可再利用的能源，制造优质的环保设备，保护绿色环境。未来将是新再生能源时代。巴黎协定使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变得更加严格。作为拥有丰富经验和强大技术实力的综合型环保企业 ，KC Green Holdings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愿成为您忠实的合作伙伴。KC Green Holdings。减少污染是提高生产力的另一种方式。KC Green Holdings 可提供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生物质污染防治设备，以及废弃物转化为能源的设计、咨询、运行和维护服务。本集团的子公司包含韩国环保行业的翘楚 KC Cotrail，世界上最早实现电除尘器商业化运行的英国 Lodge Cotrail， 以及拥有粉体输送设备原创技术的美国 Nortec， 此外还拥有涵盖中国大陆、台湾、印度、越南、哈萨克斯坦以及南美大陆等地的全球网络。变废为宝，将废弃物经过处理后变为可再利用资源。KC Green Holdings 旗下的环保企业分支遍布在韩国的各主要工业园内，通过技术和资源、信息和网络共享有机结合，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我们使用专门的运输车辆，安全运送和回收各种产业设施排放的废弃物，按其质地决定处理方法，并将其连接到 KC 环保服务网络。收集到的大部分普通废弃物和部分指定废弃物送入高温焚烧炉中焚烧处理，污泥等液体废弃物则通过专业的硫化床焚烧炉进行焚烧。在焚烧时产生的热量用于生产蒸汽，销售给工业园内的客户，同时还用于废水和废油的处理，从而加大资源利用率。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不仅仅是蒸汽的生产，废弃物经过筛选、分类、粉碎后可成为固体燃料。建筑垃圾变成循环骨料，在建筑工地重获新生。不宜焚烧的废弃物和废弃物焚烧后的残渣，在消除环境污染物质和恶臭后，运送到配有沥出液处理设施的填埋场填埋。生产力固然重要，但环境问题更不容忽视。KC Green Holdings 旗下的环保产业设备生产部门提供的不仅仅是最终产品，还可以提供设计、制造、施工服务。我们的专业性体现在拥有多种领域的先进技术，比如采用可再利用的废旧玻璃制作玻璃瓶，回收利用各种工业基础原材料铜、
以及具有优良导热性能的铜合金材料。我们为客户提供无化学危害、可循环利用的办公隔断和天花板，以及各种成套设备的核心装置、空冷式热交换器等多种优质工业设备。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源自于能源的创新。 KC Green Holdings 的再生能源公司 KC Solar Energy 已成功构建了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系统的项目投资、设计、施工和维护等全程专业项目领域。凭借实战中积累的经验，已具备了制定最高水平解决方案的能力，其中包括运行和维护服务、太阳能综合项目、国外大规模项目开发。我们不断思考，如何才能留给后代更好的环境，如何才能让工业和环境协调发展，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提高工业生产率，降低污染，保护环境，借助再生能源，让人类和大自然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KC Green Holdings